要是一个那么晴朗的午后，我想你一定会想要出去走走，但你知道我会怎么说，赶快去念书。哦哦，你说早上起来有一点头痛，乖，打起精神，我会继续为你加油，多喝点水，把心情放松，然后去念书。哦哦哦，还是要念书。哦哦哦，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，就听听这首歌。哦哦，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，那就想想我。书桌亲一亲也会变得广阔，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，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，请你相信我，跟我一起说，我会考一百分，我会考一百分，我会考一百分，一百多分。今天天气冷，想要躲在被窝，心情不好就会想要闹个别扭，不行不行，你一定要振作，我开心的去念书。哦哦，还是要念书。哦哦哦，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，就听这首歌。哦哦，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，那就想想我。哦，书桌亲一亲也会变得宽阔，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，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，请你相信我，跟我一起说，我会考一百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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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不好一百多分，搞不好一百多分。哎，怎样？为什么要考一百分啊？